天下锁定未久，百废待兴，再加上个别地方闹水害，出现一些逃荒的难民也在所难免。这各部官员也曾向微臣禀报此事，但是臣以为此等小事就不必让皇上费心了。小事啊？那在文丞相眼里什么才是大事啊？皇上，正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哎，够了，文丞相，百姓离乡背井，哪来的家又怎么齐啊？啊，平民流离失所，这国怎么叫治啊？天子脚下还有难民在哀嚎呢，这天下又怎么平呢？皇上，您言重了。哎，文丞相，是你言轻了。圣人早就说过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啊。这民才是天下的根本，民心都没了，天下就危了。君王是船，百姓是船下的水。这水啊，虽然能让船浮起来，可涌起的波涛也足以把船给打翻呐。皇上，这难民的问题的确应该引起重视。文丞相，皇上，你身为百官之首，关系重大，你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观民情、察民心了。可是你做了什么？啊？哼，这百姓的问题你都视而不见，竟然把民心的事情都瞒着朕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皇上，臣知错了。皇上目光深远，臣万万不及啊。那这难民的事啊，皇上，臣马上用心处理，请皇上放心。行，那朕就等着瞧。诸位卿家，你们知道皇上最害怕的是什么吗？就是闭塞视听啊。为什么要你们上朝？就是要把你们的所见所闻都告诉朕啊。丞相虽是百官之首，可未必事事都判断得恰如其分。这次难民的问题，丞相就是判断有误，所以大家以后不必什么事都要经过丞相的点头才能告诉朕，都明白了吗？遵旨。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捅刀子。媚儿，你知道这个人他是谁吗？司徒青云，他昨天来见皇上，还说文武百官都在见您的脸色行事呢。司徒青云，他真是太卑鄙了。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。爹，这年头没人可信的。是啊，媚儿，你在宫中还好吗？说不准，皇上有时候待我不错，有时却故意躲避我。皇上还是头一次在大殿上让我下不来台，我看他好像有些顾忌咱们父女俩。媚儿，你在宫中可要小心应付啊。爹你放心，有姑妈罩着呢。哼，等你什么时候当上皇后，你爹的心才能放得下呀。表哥确实不觉得我这表妹十全十美，可是暂时在宫中还没有人可以和我相比呀。爹你不用担心，只要逼表哥马上立后，那我很快就可以当皇后了。这事儿我跟你姑妈还得好好商量商量。爹，那这难民的事儿你要怎么处理啊？难民的事儿，哼，太简单了，我已经下令九城兵马司把那些难民通通都给我赶出城去。
当混的在想些什么？一下子把难民都赶出城来了，你看。是啊，我们还得多准备一些米。我已经又订了两筐米，应急应该没问题。可是你看，这么多的人都被赶出城，晚上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了，老人孩子怎么受得了？那要不我看这样啊，我们再雇些人，晚上也是粥，这样有热粥呢，人也能抵挡住寒气嘛，是不是？这粥能喝一宿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看，怎么着也得有个避风的地方吧。我决定了，给难民们盖房子。啊，盖房子！怎么样，梁兄，这儿的风景不错吧？不错不错，不光是风景好，这儿的风水也是极佳呀。我一直想在这儿把这块地给占了，给自己盖个大宅子，省得我爹老管着我。不是，你是丞相的独生子啊，丞相舍得你出来住吗？哼，爹要管的事情多了，他管不了我。不过现在好了，爹了了一个心愿。不过还是要谢谢梁兄你慷慨相赠啊。哎，一张小银票只是见面礼，何足挂齿啊。啊，对了，你我兄弟二人以后可要多亲近多走动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家是什么都缺，可就是不缺金银财宝。人家可都跟我说了，齐国侯富可敌国，这回我可相信了。哪里哪里，我跟你说啊，文涛，这个有钱不叫富，有朋友才叫富。我觉得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我非常的有面子。哎呀，郡主啊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行，唯独一样东西，就是讲义气。以后你在京城里出了点什么事儿，说一声，天塌下来我也撑着你啊。文涛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是谁呀？嗯，当今丞相的公子，皇太后的亲侄子，再加上住在风水这么好的地方，京城里你可算是头一号人物了。好，那我先谢谢你的吉言了。哎，我这就回去操办一切，过两天我们就动工。好啊，对，我请客。走。嗯，走。哎，这这这这，怎么样，小龙虾？这个地方是连神仙都要抢着住的地方，更何况是那些哭哭啼啼的难民呢？嗯，哎，真是个好地方啊！嗯，有了水就有了灵气。嗯，在这里盖上几间茅屋，简直是世外桃源。嗯，哎，这块地有主吗？怎么会没有主呢？我万人离就是这里的君王。好了，小龙虾，这里的一切我赐给你了。好，我是应该给你鞭子了。好让你把那些老弱病养赶到这儿来享受人间清福了啊。嗯，好，就是这里，我们行动吧。好啊，只要你那兜里的钱够充足的话，这里马上就可以变成难民的天堂。嘿嘿，这个我那个这个钱皇上，文丞相让九成兵马司把城里所有的难民通通驱逐到城外，现在难民啊个个怨声载道。你看看朕的丞相都在做些什么。好啊，一年了之，简单干净。他还有没有做其他事帮助难民呢？没有。那让那些难民怎么活呀？您的义弟小龙虾他办的粥棚又新添了几口大锅。你看这大丞相还不如个市井混混。这个小龙虾表面上虽爱胡闹，可心底却十分的善良，有这个兄弟真是朕的福分的。是啊，我一见他也觉得心里头痛快。这个人一向是率性而为，所以他活得有滋有味。是啊，朕也总想和他在一起，有趣还很充实。还有什么其他消息吗？齐国侯昨天突然来到京城。哦，他来做什么？
现在还不清楚。他带来几车东西，肯定有宝物。其中两辆车车辙印很深，可是现在已经有流通的银票了，齐国侯应该不会随身携带大量的黄金白银吧？那你怀疑是什么？卑职不敢说。如果有人可以看一眼就好了，知道他带的是什么东西，这也好猜测他大概的目的。这个齐国侯是朕最担忧的藩王了。可是齐国侯的东西谁敢看呢？正是，虽然朕是皇帝，可拿他也没办法。你派几个干练的手下去盯着他吧。好。今天朕还约了白玉和小龙虾呢，你赶快办完立刻出宫。是。孩子、老人，有的都生了病，这样的房子遮风避雨还过得去，房子多好，可御寒就差了。孙弟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也同情这些难民，可是我只是心里想想，顶多在街上施舍几个小钱，而你不只是心里同情，你是尽全力来帮助他们。大哥，我花的可都是你的钱啊，我不过是跑跑腿张罗几声，其实最解决问题的还是你拿珠宝换成了银子。不止，更重要的还是你这颗善心，跟你相比二哥都觉得惭愧。别这么说，咱仨是兄弟，我做这些事的时候心里就想，这里也有我两位结义哥哥的份儿啊，如果老天要积功的话，咱们三个都有份的。那就谢谢三弟了，可是要救助这么多难民，银子够用吗？白老大，我先前没有跟你说实话。其实你那些珠宝都非常值钱，我原来没有卖掉多少，现在派上大用场了。小龙虾，你活得真精彩，你的作为啊，我敢说连当今的皇上都觉得很惭愧。可是我真的想不明白，朝廷怎么会这样对待难民呢？那是因为朝廷中有个文大丞相啊。我可真没想到，这个平时道貌岸然的司徒青云，他竟敢在我背后捅刀子。哼，这个老家伙绝对不能轻饶他。爹，以后我逮个机会狠狠地整他一下。这件事爹心里有数，他敢跟我舞刀弄枪的，难道我就不会使刀子吗？哼，不过我最喜欢用的是软刀子。爹，朝廷上就司徒青云能给您分庭抗礼，只要您能把他摆平，就没有人敢不服您了。这事儿只能记在心里面。文涛，你最近在干什么？爹，我最近认识了个新朋友，这几天总跟他在一块儿。什么人呢？齐国侯的儿子梁君卓，他是个慷慨仗义的人。齐国侯势大才厚，雄霸一方，他的儿子也不愧是个等闲之辈，跟这样的人来往值。不但是这样，他还跟我说想来咱们家拜访您呢。哦，好啊，欢迎。你去告诉他，我文家的大门随时向他敞开。尹老二，你瞧瞧人家白老大，一看这么大场面，马上就善心大发，又回家取银票去了。你呢，铁公鸡一毛不拔。哎，我看白老大身上毛多的是，你就可着他一个人身上拔算了。
我只是个空架子，吃饭的人多，伸手要钱的人也不少，我日子过得紧着呢。哼，你推的可倒干净。哎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家日子过得都精打细算的，专门有一个管事的管账管银子，随便花一个大枣都不行。我看你就是铁石心肠，自己吃饱了肚子就不管难民饿不饿了。要知道你这么吝啬又没善心，真不敢和你结拜。哎，小龙虾，我人虽然没什么钱，可只要你需要，我一定可以做你的帮手的。你看这里哪个人缺手，我要用手几千只都有，现在缺的最重要的就是银子。你刚不是还说那白老大的珠宝值大银子了吗？啊，我那是不好意思再向人张嘴了。珠宝卖的钱是多，可这难民也太多了，全部从城里出来了。我选了好几个地方盖房子，那银子就像流水似的往外出。有些病人呢还得看病吃药，哎，这人穷病也多，药店可就赚肥了，死扛着也不肯给你降价。再说了，那粥不能是一两天就完了吧？哎，总得让他们度过这一段最难过的日子。我买的米啊都可以堆成山了，可这难民的肚子还是刚喝完粥又饿了。哎，而这米价呢，我这一买多啊，眼瞅着就往上窜，整个跟我小龙虾过不去似的。这么说也是银子不够用了。没管事儿不知道，这一照顾人啊才知道花钱的地方太多了。你说现在谁家有我这家大？小龙虾的招牌在那挂着呢，难民都当我是亲人，这事儿我能不管吗？哎，可动一动就花银子，白老大的珠宝我已经花得七七八八了。这么坐吃山空是不是办法？这本来应该是朝廷做的事，委屈你了，小龙虾。哪委屈了，我帮人救人心里舒坦嘛，再苦再累我也愿意，可是就是不知道还能帮他们多久。那你怎么没想点其他来钱的道啊？怎么没想啊，我也找过很多有钱的人，哎，可这人呢越是有钱心肠就越硬，都好像你一样铁公鸡，一毛都不肯拔。也对啊，再也没有人像白老大那样带了一大堆珠宝让你抢了。嗯，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，有一条路就是挺危险的。又是打劫的活儿？肯定是不义之财。说实在的，真要是劫了的话，我心里一点都不会不安，就是太危险。你还会怕危险啊？啊，这个对象太不一般了，听说是最有心眼的。谁呀？宛仁迪的准确消息，齐国侯带了好几车的宝贝来京，藏宝的地点都知道了。听宛仁迪说啊，到手很容易，那地方四面透风。可我知道齐国侯做事一向谨慎，打他的主意那脑袋就得别在裤腰带上。那你打算放弃了啊？本来我死活不让宛仁迪打那主意，可现在缺银子，我的心又活了。唉，这圣人还有失误呢，更何况是齐国侯呢？没准真像宛仁迪说的，那珠宝轻易就能到手。怎么了？我是在想啊，那齐国侯啊，连放赌的事情都敢干，他的钱肯定是不义之财，应该干一下。你觉得行吗？当然行，宛仁迪是老江湖了，他说行准行。哎，这宛仁迪说话，你得在好几里外去听，他越是说没事儿，我就越不放心。哎，小龙虾，可你有了这些珠宝，那些难民就会彻底得救了哟。那你肯帮我吗？当然了，我是你二哥。哎，这几天我不是拼了命的帮你打架啊？行，你果然是混混的料。嘿，小龙虾呀，普天之下就只有你敢把我当混混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就今天晚上，一会儿咱们再跟万人迪商量个好计划。嗯。皇上，您不会真的怂恿小龙虾他们去偷齐国侯的东西吧？朕不光是怂恿，朕还答应自己去参加呢。啊，皇上，您是皇上啊，您不能真把自己当小混混啊。这昔日孟尝君用鸡鸣狗盗之辈成为美谈，那朕为什么就不能用混混呢？
不过朕对齐国侯带了什么好东西进京也感到十分好奇，明着不好查，让混混去闹一下倒也是个好办法。而且那个小龙虾极为聪明，说不定真能查出什么来。哦，皇上真会因势利导。皇上，那您看小龙虾他们有没有把握？这个很难说呀，那齐国侯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那小龙虾失手的可能性还蛮大的。那所以朕答应去参加只是诓他们的。诓他们？朕不只要诓他们，朕还要出卖他们。啊，哎呀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乌鸦都生了好几窝了，这严老二呢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乌鸦都来回好几趟了，就是没有看见他的人影啊。嗯，这家伙关键时刻就缩头乌龟，真是小白脸靠不住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像这年月，像我们这么忠诚勇敢的好汉已经不多了。我跟你说真格的，像我们这行的经营老道的人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如果我们不是英雄好汉，怎么敢打齐国侯的主意啊？好了，算了，不等尹老二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咱们现在自己干，万人敌，你们三个从南面进，我和阿莲走东面。嗯，走，走，走。等等啊，怎么了？万人敌他们干这事是老行家，让他们进去就行了，咱们在外面把风。好啊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咱们还可以跑。万人敌要是被逮住了，关他个十年八年，也许还能帮助他减肥呢。啊啊！干他！你干啊！你干什么？你急着去赶集啊？好了，就在这儿，开工。啊！你们两个！啊！啊！啊！哎，你们在上面呢，叫那么大声啊，我在下面都没有叫哎。啊！嘘，小声一点，小心被齐国侯听见。还在上面干什么？还不下来？小龙虾他们呢？哎呀，干这活我们才是老手哎！小龙虾连做我们的徒弟的资格都没有，干嘛提他？哎，不提啊！先看看有什么好东西，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，去拿鸡！走走走走。哇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，看另外一箱。哇，这什么炸药。这两老头想要干什么？看谁啊，他只带这些东西也太没品位了吧。看看别的。哇，走。哇哎呀，这才是我们要的。哎呀，齐国侯够朋友啊，知道我万人敌要什么。好，我们也够一次，我们哈哈把这些火药跟刀枪全部留给他们，这些我们统统要了。我们发了。哎呀，那个臭龙虾肯定后悔没有跟过来呀。哎呀，等到我们分银子的时候，我要他跪着喊我十声干爹。哟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哇，你们可来了！哇，你们还招蜂引蝶啊！哼，你们几个笨贼，连齐国侯的东西也敢碰，统统给我拿下！是。啊，给他们黑了！啊！哎，饺子！我的饺子！我的！上班！哎！呀！呀！你讲的话你不要当真哦，我可想生小孩的啊。我刚刚跟他讲的意思是，这些炸药可以炸平一座山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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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显然，最危险的时候还得靠我。是齐国侯的私人库房，犯案的人是齐国侯的人。不要听他瞎说！不要听他瞎说！是我们，是我们，抓我们！拿下！慢着！我不管这是谁的库房，只要发生了劫案，就归刑部管辖。带走！其他的，进去分赃。哎，你们来分什么赃？刑部没有赃物，如何查案？里面的东西全部带走，作为查案之据。什么？东西都抄进刑部了？我们抬出齐国侯的名号，可刑部的人根本不买账。这张混账东西，听着，赶快派人到刑部盯着。滚呐！是是是是。哎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爹，那些金银财宝可是价值不菲啊。金银倒是小事儿，那火药兵器要是被他们查出来，皇上一旦追究起来，我们父子俩免不了一番折腾啊。这刑部的人您还没收买下来啊？哎呀，用来收买的银子啊，被刑部搬进他们库房了，我两手空空，拿什么收买啊？真可恶，哪儿冒出来这么一群毛贼呀，捅这么大个娄子。进去，辛苦了。不要悲观，做万人敌的兄弟是不能有悲观的权利的。活着就有希望，活着就有幸运。对，我们不是有援兵的吗？啊，小龙虾那个兄弟，姓尹的兄弟，不是要救我们吗？你们别再提那个胆小没用又不讲义气的那个家伙了。事前猛拍胸脯，一转身呢，就跑到乌龟壳里面去了。对啊，这样的一个小白脸，就会吹牛，连渔网都能被他吹胀起来。一头驴也比他有信义，一条蚯蚓也会比他有骨气。他是懦夫，他是叛徒。他是我的偶像。啊！世上竟然还有比我更无耻的人，我难道不能崇拜他吗？你们别再说了，现在的重点是我们要先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啊。哎呀，小龙虾一点都不糊涂啊，一针见血就点出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呀。难道你有办法？我是谁？万人敌。万人敌的深谋远虑无人能及啊，我每前进一步就会想到后退的180条退路。能不能让那条牛休息休息，别再让它吹了行不行啊？要吹破的啊。重点就在你身上。我你不认识那个司徒大将军吗？那你就写封信买通狱卒送出去。可是我担心司徒大将军根本不会管这么小的事情啊。啊，我们五条人命是小事，他女儿嫁给梁君卓是大事。那当初要不是我想的主意啊，他女儿早就嫁到梁府，天天被蹂躏，夜夜被缠着缠缠缠缠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让我写行了吧？问题是，买通狱卒的钱由谁来出呢？有谁出门打劫身上还带着银子的？把虎交出来。交出来。哼，
嗯，这个就是救命的关键。一族，一族哥哥，好恶心啊！救命！这哪来的东西？死牢里面的兄弟连夜送过来的，说是咱们家亲戚蒙难给锁进牢里了。哪来的什么蒙难的亲戚？一定是静儿又闯祸了啊！那要不要叫夫人和少爷起来一起商量？先慢着，免得夫人担心。我去刑部探探情况。是。皇上，夜已经很深了，先休息吧。不用，朕等不及要听好消息。万岁！启奏万岁爷，刑部侍郎觐见。快宣。是。皇上，免礼了，快告诉朕结果如何。一切遵照皇上的旨意，已把事情办妥。这是从齐国侯库房内搜查到的物件清册，请皇上御览。那捕获的五名人犯呢？人犯现在还锁在狱中呢。哦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呀？就说他们畏罪自杀，死在狱中。他们的尸首已经焚毁了。这样处置很好，那此案就算结了。趁着天黑，把他们都给放了。臣遵旨。那个齐国侯应该找过你吧？是啊。那你怎么应付他的？臣避而不见，只是叫他们传话，说是案子上头还有主意，请他们稍安勿躁。上头？你的上头不就是说朕吗？还有个文丞相呢。好个上头啊，这不就是推给文丞相了吗？让他们自相残杀去。启禀皇上，今晚到刑部关注此案的人不只是齐国侯，还有大将军司徒青云。司徒青云？嗯，他跟此案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说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犯了案，被收押了。哦，是哪一个？好像是人犯当中一个叫小龙虾的。小龙虾？这小龙虾是司徒府的亲戚。53克，你半夜吵什么吵？时辰还没有到呢。放你们出去还不快滚？放。我们真的可以走了，你没搞错？有贵人帮你们呢。哎，出去之后可千万别提这事啊。哦。火药、兵器，还有这许多钱财。这齐国侯敢大张旗鼓地把这些弄进京来，看来真是没把朕放在眼里了。多亏皇上机智，先用偷龙转凤，再施金蝉脱壳。这齐国侯他怎么栽的，到最后都没弄清楚。最后的这招敲山震虎才是朕的重头戏呢。皇上驾到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，谢皇上。啊，这侯爷远道来京，路上辛苦了。谢皇上关心。啊，这侯爷一路上鸣锣开道，仪仗连绵的，朕想不关心都难的。啊，当然了，
侯爷乃国之重臣，理当树立威风嘛。不过这一招摇却引起了小小的觊觎了。景穆，臣在。朕听闻昨夜齐国侯的宝藏被萧小给光顾了，京城治安这么差，你该当何罪啊？臣该死，臣该死。哼，不过事情也不能怪你了，毕竟大多数维护治安的兵力都给丞相中调用去驱赶难民了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话说回来啊，幸好这些物件很快就全数追回了，否则还真是朝廷的一大损失呢。朝廷损失啊？这皇上这啊，怎么了？这些追回的物件不是用来捐献给朝廷的吗？这不会吧？这王侯入京随便携带大批的兵器、火药等军用品，如果不收回朝廷，会让人生疑啊！啊，难道真是应了市井谣言，说齐国侯在朝廷内取医药许多朝臣来作为掩护，实则见机行事，计划举事谋反啊？啊，那些兵器就是用来准备点拨的？不，市井谣言，请皇上切莫相信呀、啊。那，这个兵器火药是微臣准备捐献朝廷，振兴国力之用啊！啊，那要多谢侯爷的美意了。兵部，臣在。派人前往刑部领取，冲入国库备银。臣领旨。这皇上啊，微臣放在刑部的不但是兵器火药，还有啊。侯爷啊，你不提朕还真给忽略了，还有几个大箱子，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，是吧？是啊，侯爷善心，朕要替难民谢谢侯爷了。啊啊，怎么了？那些钱不是侯爷用来捐给难民做祭出之用的吗？不是，那难道是侯爷用来打点官员，计划在京城里增设赌场分号的费用啊？那用不完的还要再拿去买兵器啊？不，皇上多虑了。好，那侯爷就直说了吧，那些钱你是要用来啊？钱本来也是想捐给朝廷，赈济灾民呢。行，户部臣在。同样派人到刑部去，把那些钱呢冲入国库啊。臣领旨。这齐国侯啊，忠心仁义，忧国忧民。诸位大臣，跟朕一起致上感谢吧。多谢侯爷，文丞相。臣在。没事啊。总之呢，这些事你办得挺好，你的功劳朕记在心里了。那众卿若无要事启奏，今天就退朝吧。恭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爹，您这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呢？皇上这小子够狠的，你爹长这么大岁数，从来没受过这窝囊气。爹，皇上他不肯把东西还给我们。那些东西啊，都归了刑部，就连那些金银珠宝都冲了国库了。什么？你说这跟耍无赖有什么区别啊？哎呀，他要真耍起来，我倒不怕他硬碰硬。坏就坏在他动了心机，打你嘴巴子还不忘面带笑容，满场的文武官员的心都让他收了，你爹连一点施展的空间都没有，你知道不？爹，我看你这次是错估了形势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侯爷，好你个文丞相，你还净敢坑我！哎呀，侯爷，他这个，你这是误会呀！你，哼，
我误会了。我虽然年纪大了，这双眼睛还是明亮的很。大殿上你跟皇上眉来眼去的，因为我没看见啊。哎，侯爷，你是说的哪跟哪儿啊？你是在冤枉我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敢喊冤枉啊？我进京带着那几车东西和金银财宝，是谁泄露的消息？怎么那么巧，头一晚上就来了窃贼啊？嗨，这我怎么能知道这件事儿啊？要说那五名窃贼畏罪自杀在牢里，我压根就不信。这事儿我们得好好想一想啊。啊，你就别装傻了，头一晚上出事儿，我就上刑部去查问了。刑部回话说上面插手了，这刑部的上头啊，不就是你啊？哎呦，可我的上头他还有上头哦。你这想推个一五二六啊？啊，是谁说的？朝廷里能呼风唤雨的不就是你吗？你我二人都让人给耍了，你想想看，敢耍我们俩的人会是谁呀？你说这皇上是盯上我们了？他是在用心做一个好皇上，我们以前都低估他了。这想到那两个老家伙在殿上的表情，朕就觉得好开心呐。皇上这一记闷棍啊，可把他们给打懵了。他们这回啊，莫名其妙的先立了件大功。朕何尝不想和大臣们赤诚以待，肝胆相对呢？不过朕如果不处处小心一点，只怕随时可能中计啊。今天心情不错，不如咱们出宫去找哥们儿讲和吧，顺便把战利品也带上。战利品？什么战利品啊？我已经通知户部给我留了一箱钱银了，这小龙虾他们辛苦了一个晚上，还差点丢了性命，总要留点成就感给他们吧。